免费玩家必看，这次官方要送给你你绝对没有的英雄一只，以及两个超帅的传说对决造型。这次五五好团结其实活动细节真的非常多，选错就会从天堂直接变成地狱。这一次的全新造型夜叉以及全新造型的克里希，只要参加活动就能免费获得哦。如果你喜欢这次免费系列的影片的话，欢迎对影片按下喜欢，你所有的按赞都是我继续制作影片的动力哦。另外，非常多观众在问黑旗护到底怎么获得哦，在你的盛典这一次60级的大奖就直接送黑旗护。非常多人关心的佛罗伦的翠金龙士，在你的盛典20级的大奖，官方这次请来了告五人合作，我最喜欢他们的一首歌叫做《披星戴月的想你》，是一首非常抒情棒的音乐哦。这次第一个超棒的活动就是五组队不掉星哦，这个活动超级赞的，各位。这个活动其实道具已经可以开始领取喽，在4月27号到5月2号为止，在活动里面可以领取这一个一起走勋章。在5月1号以及5月2号活动期间进行五五的排位赛。可以生成不掉星保护的效果，队伍里只要任何一名玩家就可以生效，每个账号活动期间最多可以触发3次的不掉星活动哦。如果你非常喜欢夜叉的海贼王的造型的话，官方在5月1号开启一个全新的模式，叫做冠军赛，只要完成挑战就可以获得夜叉幽灵号的全新造型，是免费的哦。另外官方准备了1000万点的传说对决当奖金，让你拿到爽爽爽，记得5月1号跟朋友一起组队挑战吧。再来就是本影片的重点，如果你有看到这部影片，你真的是非常幸运，因为我要教你选择里面最贵的宝箱，不是那些烂烂的英雄宝箱。好啦，开玩笑的，先介绍一下这个活动哦。4月27号到5月2号为止，只要上线，你会看到你有10份礼物，不要吝啬，送给你所有的朋友。如果你想要这个新英雄伊格的话呢，第一个一定要送给伊格，他就会回赠你一个伊格宝箱。在5月1号打开的时候，就会获得伊格哦。那你要仔细听一下哦。那你可以收到射手宝箱，或是法师宝箱，甚至一大堆的宝箱。在这些宝箱打开，你就可以获得你未拥有的英雄。这影片的重点，你只能打开一个宝箱。那如果你伊格以及这些英雄全部都有的话，你会随机收到一个几率极低的豪华大礼箱。如果你伊格全英雄都有，一定要打开这个宝箱。因为你打开这个宝箱是有几率可以获得 iPhone 12 Pro、AirPod Max 还有传说对决的限定文字 T 恤，如果没有抽中也没有关系，因为更爽，你会获得精选的史诗宝箱造型。目前很多人实测哦，这个豪华大礼箱收到的几率是最低的。再说一次重点，在5月1号的时候，你只能选择一个宝箱打开，并不是你收到越多就能打开越多宝箱哦。我强烈建议，如果你是所有英雄都有的话，一定要拼拼看这个豪华大礼箱哦。记得把这部影片分享给你的朋友，不然他到时候选错宝箱，你就可以跟着我一起笑他了。哈哈哈哈。最后一个活动就是可以免费获得克里希的海魂之翼，在活动的页面上面跟着你的好朋友一起组队，你就可以获得这个克里希的海魂之翼。如果在5月1号你们全队同时登录的话，就可以获得这个秘密的联动限定表情符号，我不知道是什么，蛮让人期待的。虽然这个活动已经过了非常久，但是如果你没有朋友的话，上面其实有一个单人快速组队的按钮，按下去就不怕参加不了活动哦。官方真的是有够贴心的。虽然这个活动现在开始已经有点来不及了，但是还是可以加减参加，领一大堆传说对决的道具，以及5月1号记得跟你所有的队友一定要那一天上线才可以获得传说死神联动的新表情哦。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了，本频道一样会为各位继续整理传说对决所有的免费英雄、免费造型、免费的任何东西，让你也能够一起快乐的免费玩传说。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了，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的话，欢迎对影片按下喜欢，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因为我的频道会不定期的回馈各位观众，办抽奖送点数之类的活动哦。好了，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了。53万订阅，有你有我，拜拜了各位，我们一起进传说战场冒险吧，各位。